OK， 兄弟们，大家好，我大炮啊，今天继续给兄弟们解说我们周一的一个剑会比赛，还是看观战番全梦幻最后一个全魔农工的一个比赛。这一把比赛的话，也是我们雪山的一个队伍，苏多宁加农工，然后的话女儿村加武装冠啊，这边的话阵法被对面极限大科，对面也是没有犹豫，对面是一个大唐官府国标队伍，对吧？点人为主，开局的话，依仗自己阵法的一把极限大科来点观战番的一个。斯多宁，好吧，没有点死斯多宁的话，斯博点对面的一个女儿村。我跟兄弟们说一下，观战番的话，打法是真的凶，对吧？你像鱼岛那边的话，善恶有报宝宝开，你有可能会善报，这边直接开局带杀人力劈，而且点人的话也是很针对呀、啊，直接点对面的一个女儿村，因为开局第一回合观战番也不知道观战番女儿村有没有对面快，所以说的话。点对面女儿村没有错啊，点对面女儿村的话，亲对面女儿村的一管愤怒，对面的话，没有武装冠就不太好接罗。不过这一个，化身的话应该是有一把罗汉，好吧？这个化身的话应该是有一把罗汉。对面好像是哪个区的扶战队吧？对面这个玩炸的话应该是世界之川，反正是哪个深圳区的一个扶战队。女儿村没有笑化身嘛？啊，化身用的是名字。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农工啊，农工被极限大克啊，应该伤害比较低啊。OK， 对面地府接了一把罗，因为脚下面有毒嘛，对面地府接了一把罗。斯多宁飞机被大克，我们来看一下伤害怎么样，对吧？飞不太动，飞物理系还可以，还可以啊。观战番这个斯多宁的话，也是经常在雪山打那个万元环攻局的一个坨子呀。我们来看一下农工，农工应该要起球。农战于野撑起，观战番打得好凶，杀人力劈开，真的猛烈。农工起球，起球的话是增加法术伤害跟法术暴击的呀，会消耗一个羽毛，也是农工的一个化身的一个技能。对面女儿村起来，我们来看一下，应该要起盾吧。对面女儿村没有医术啊。我选择封人，没有选择起盾。观战番的话，直接换阵法，真的不跟你嘻嘻哈哈，真的，你封我对吧？你不起盾对吧？我直接医术，请你吃阵法。刘云爵。保住女儿村的一个医术啊，女儿村有医术的话，就对面断完罗汉之后的话，再接罗汉不太好接。我觉得对面第一回合应该要点观战番的一个女儿村啊，我觉得点女儿村比较好啊。点，哎呦，这杀人力劈，一飘刀6200，直接点倒对面的一个地府，是地府啊，是地府。魔丸在啊。我还以为是地府呢，最近看比赛看得多了，就按道理这个位置的话肯定是个法系，我心里还在想着这个位置怎么可能换地府呢。点到了对面的一个魔安寨，兄弟们抱歉别喷我好吧，看比赛看得有点多，有的时候眼睛有一点点花好吧。哎，不过有咱们有一说一啊，观战番这个打法的话，我觉得比鱼岛的那个扶战队打的还激情，真的，他不管的呀，力劈完了就换阵法，疯狂飞机八个单位，这边农工还有一把去秒，不过对面有罗汉啊，应该还好。宝宝有神，看一下，一个全魔农工是一个什么样的伤害？有限定激发，有球，有没有大克都无所谓。农工，嘣！哇，这也秒得痛的呀，2300顶着罗汉2300的秒啊，那下回合对面断罗的话，这得5000-6000的秒啊。对面起盾了，起盾偷脚，这边再换顺法，真的笑都不笑，直接就顺法顺你，就有信心，就这种出其不意顶着盾都得换你，真的打得凶。就观战番这个阵容真的可以啊，打得好凶啊。 OK， 这一把对面没有罗汉，观战番农工起球，有限定激发，
正好一二三四五六个单位。哎，兄弟们，我在想这个三号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宝宝？去秒，嘣，4000，真的凶，这宝宝根本站不住啊！兄弟们，你们告诉我这个三号位到底是个什么宝宝？为什么还有三害啊？这个是个耐法吗？是个什么宝宝？女儿村直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女儿村对面应该是直接换的是一个龟速，女儿村的话直接出神马了，应该对吧？对吧？女儿村直接出神马，怕对面吃。所以说的话，棺材翻这个指挥也不错啊，不是那种无脑冲的队伍啊，这有细节啊。哎，我们雪山这种助号的指挥真的厉害啊，不是那种我就冲你，对不对？这边直接换神马，有流云加过流云，补过流云，直接换神马，留一把笑里藏刀，刀的愤怒要笑你们女儿村的词，打得好，真的打得好。大不大克都无所谓，真的秒两个单位，农工三个单位，嘣、这农工也猛，真的好少看见这农工能卷得动对面的，兄弟你们能懂吗？就一般的农工卷对面卷不动，好少能看见这种能够打出三害的农工啊。 OK， 对面应该也不太敢拉女儿村，二号宝宝还是个配速，还不是一个龟速，那你配速拉起来的话，这边农工要取秒啊，龙宫这边要会接一把群秒啊，那对面也站不住啊。哦、对面应该是拉地府，地府出了一个龟速，嘣！对，地府应该出了个龟速。龟速现在拉人没有用，你知道吧？龟速拉起来，女儿村偷酒会被棺材翻女儿村笑，不偷酒的话，棺材翻女儿村坏算法，这个局面有点无解。对面开局点斯托岭的话没点好，说句心里话。我觉得点女儿村的话会比较好，一般这种带法系的女儿村的话一般都是全民女儿村，要控罗汉嘛。四博买一送一，先行归宿，龙宫取秒五个单位，砰，这秒7000，大克秒对面秒，秒7000，没大克直接8000-9000的秒，真的兄弟拿女儿村，女儿村出神马，先出神马要抢一速，好吧，这边女儿村直接封对面封特技，先出神马想抢一速，下回要再拉自己准备要吃，对吧？不过你封完特技之后，你下一回合拉起来，对吧？拉女儿村，女儿村偷酒，女儿村没有比自己快的宝宝解封，这把慈寒丢不出来，所以说棺材翻这个指挥也厉害啊。原来我们雪山还有这么厉害的队伍啊，确实打得好啊。这边的话准备对面的地府驱散农工，想驱散农工的一个鬼眼啊，不驱散鬼眼的话这个宝宝站不住啊。兄弟们喜欢看炮哥视频点个双击点个关注啊，有什么那一种精彩的比赛都可以找炮哥投稿，然后兄弟们有红色时间锁号骑着散残宝哥散不了的都可以找炮哥免费估价，下期视频我们再见，太猛了兄弟。